这是啊，这个呀，是我独家的正骨手法。你看，他现在睡得多安详。哦，你干嘛？慌慌张张的。不好意思啊。 我喜欢在家里跑步。啊！我先提前声明啊，我不是故意过来的，只是我脚崴坏了，所以过来办公一下。李姐，宋总，那边有蟑螂。你真有蟑螂？这里是高档小区，哪来的蟑螂？陈冰，你要端正你的工作态度。